七娘近日如何？七娘还是不肯出门，一直在房里待着。阿爷去世时，我也如她一样，不愿直面。只觉得这世上再无人能够庇护我了。二郎若能想通的话，不妨过去看看七娘，好生劝慰几句。 我阿爷的死，其实跟你叔父有关系。